富传奇色彩的比利时巧克力世家 Godiva 哥蒂饭，为庆祝农历新年，特别在北美地区推出含有姜味、桂花和茉莉等亚洲馅料，风味独具的羊年献瑞巧克力礼盒。基于过去 Godiva 哥蒂饭在农历春节推出限量版巧克力礼盒大受好评， Godiva 哥蒂饭今年再度针对亚裔消费者制作特色产品，作为亚裔社区庆祝这个重要节日的献礼。对，那我们这次就是结合一些可食用的根茎类以及花香来提香，其中有我们的当归、茉莉、我们的菊花、姜香以及我们的人参、桂花。消费者可于3月8日前亲临专卖店或网络购物，售完为止。为了感谢您选择 Godiva 哥蒂饭来传达您对新年的祝愿，当您选择20片装的豪华礼盒时， Godiva 哥蒂饭将致赠装满招牌松露巧克力的红金两色、值得典藏的席制特色礼盒。天下卫视记者李浩成采访报道。